作家，短篇小说集《台北人》被亚洲周刊选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七名，联合报选为30本台湾文学经典之首。白先勇站在历史的转捩点，写下中国人的失落感和历史沧桑。23岁成名，短篇小说集《寂寞的17岁》，台北人、纽约客，长篇小说集《叶子》为近代中国文学重要作品。作品曾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作家笔下人物的悲欢离合往往和家国历史有一定关系。而家咧睇白先勇嘅嘢咧，唔使签名我都可知道佢系边写嘅，因为佢要继续创城。白先勇自己的小说，就是继《红楼梦》之后，最能够掌握到中国人社会变化里的一些深层东西的一个作家。白先勇哈，那是他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说他像贾宝玉。我看白先勇的小说，基本上都在一个欣赏的一个状态，我没有办法认同。先勇兄，也许我在政治上跟他的理念不太一样，可是作为一个人，他是很值得我尊敬的一个人。这个花桥在桂林很有名的一个桥，是明朝时候就有了的。你看现在保护的还很好，这个桥下面是原来的。这个桥呢，我记得以前我小时候，那个桥头啊又。也有很多小吃的店啊，摊子啊，里面也有卖米粉店啊，这样子，所以就很印象很深啊，花桥米粉。有了这个以后，所以我以后写台北人呢，其中唯一的一篇是用我家乡桂林做背景的，就是《花桥荣记》，写的就是这个花桥，然后这个前面一些米粉店的故事。那个后来呢，这个小说也拍成了电影，所以一群广西人流落在台北，他们很思乡，在台北又开了一家米粉店，叫做花桥荣记，我那个小说就叫做花桥荣记。小说《花桥荣记》中，卢先生、罗小姐在桂林的初恋被动员拆散，卢先生最后都不能够在台北圆梦，理想幻灭。感情生命亦都随花桥流水逝去。白先勇37年生于广西南宁，未满1岁迁居桂林，百家祖居在桂林梅仙镇山尾村。白先勇父亲白崇禧是国民党的陆军一级上将，曾被任命为国民党首任国防部长。母亲马佩章出身广西富商家庭。白先勇有兄弟姊妹10人，排行第8。不大记得了，不大记得了，不大记得了，随便加一点。这是我们的祖母的故居啊，我奶奶哈、祖母。他大部分时间就住在这个地方。那我父亲呢，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就常常把带我们到来看奶奶，就来这个地方看他。所以说我差不多56年没有回来，小时候5、6岁在这里。现在想想，这个房子也很有它这个味道啊，是那么旧了。以前后面还有的。现在后面大概没有。奶奶90岁的时候，因为90岁一个人这么高寿很难得，是我父亲那次给他做了很大的一个生日，那可以说我们全家人都到了，而且
我父亲的那些，我想政府里面的官员也都到了来庆贺，那个场面是我小时候永远不会忘记的。我想再回三尾村去，也是50多年以后，中国有句话说，少小离家老大回，我自己从小孩子现在变成一个老人回去，可以说那我看到的那些人好像还是依依稀稀，还是好像从前的那些人，他们的衣着，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居住的环境，只是老了50多年，还是那种农村的那种生活，看样子好像他们的生活也不很好，所以我觉得心里面有点很感触，很难受啊。人的命运有那么不同，但那个历史的变化当然很大。这房子都是最老的了，大概抗战都就有了。但是我大概1942还是1943的时候，我在中山小学，那是幼稚园，也在这边念，也在这边念书，就是刚念书的。但是刚念幼稚园的时候，我不喜欢念书的，就是抗日，那个飞机炸轰炸桂林，有警报的时候，就有那个红灯笼挂起来，风东山上面挂起来。我一看到风东上面挂红灯笼，哎呀，今天不要上课就很开心的。童年的白先勇只当走警步，你入防空洞是游戏。因为抗战啊，一个学校念几年，一个学校念几年，大家都没有很长的。我那个早期篇小说叫《一清晓》，那里边有讲那个巷子的一个景色，就很像这个地方哈，老的桂林的那个街巷。写的是抗战的时候的那个故事，是我姐姐告诉我听，她的奶妈叫二嫂，类似的故事。我就替他编那个小故事，就叫做《玉清嫂》。白先勇在《玉清嫂》入面塑造了一个敢爱敢恨、不为命运屈服的旧时代女性。我印象里面写的生活，吃米粉啊，去看桂林戏啊，这些我想跟我同学生活蛮有关系。那时候我的大伯母很喜欢桂林戏，所以小时候我对这个桂戏对这些印象都很深刻，后来都写到那个小说里头去了。我想我的童年的确对我那份小说我看蛮有影响。所以回到桂林来，好像马上我的童年记忆什么都回来了，就是山山水水，我想大概都是我的生活的生命的一部分，也是我创作的一部分。我想白家在榕湖的这个故居，白先勇一直没住过。在抗战以前呢，我们有个老家在这里，这老家叫做西湖庄，就是那个湖那个地方啊。那个房子呢，我记得从前很多果树，很多花树的。房子本身不大，以前有个老房子啊。但是我们那时候呢，并不住在这里，因为没有防空洞。后来抗战的时候，这个整个房子烧掉炸掉。在桂林，白先勇先后住过风洞山同埋铁佛寺，昔日的旧居今日已经变成学校。我出生那一年是抗战，
可是我香港大学退的时候就离开桂林了。可以说是这几年六七岁的时候，所以可以说一生命里面也是一个分水岭啊。香港大学退之前呢，那我的童年嘛，住在桂林，可以说是一个很美好的童年。桂林的山清水秀，这个家里边又是非常家人很多，是个很美好的童年。可是抗战一来，整个桂林城毁掉了，那我的童年也就消失了。在某方面来说，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童年的记忆跟着这片火海也就烧光了。让我感觉到好像世事的变幻啊，无常，所以我想抗战的时候一种的战乱啊，对我的那个童年记忆的一定很深刻。双桂大撤退。1944年，白先勇一家搬到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只有6、7岁的白先勇不幸染肺病，都受到隔离。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1946年初，白家亦都迁回南京。父母要我们到南京去，做的也是这条线。最后一次我离开中国了，又是从上海坐的南京，然后在南京跟着我父母。可以说最后我离开中国大陆坐的也是这个火车，几十年后回来再坐这条线，那从前变成一种回忆了。说就是我想历史文化的那种意义特别深，所以我就可以说在南京就可以联系到这个从明朝一直延伸上去到六朝啊那种的历史的这种长河啊，对我来说这个城有这么深远的意义。在我的小说里边，就是以南京为背景的可能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我那篇《游园惊梦》。《游园惊梦》的背景呢是讲的一几位在秦淮河德月台清唱的几个艺人他们的一生的命运。如果在小说里面提到秦淮河，那当一提到秦淮河，大家也就会想到唐朝诗人杜牧的一首诗《泊秦淮》啊。烟笼寒雪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是时代很有名，在文学上历史上秦淮河变成一个代表一句这个很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名词。秦淮河最有名就是所谓的六朝精粉，千百年来就是歌舞之地啊，一向都是最繁华的地方啊。那近年来当然改变了很多。
白先勇小说《游园惊梦》，1982年同地改编成舞台剧，在台北演出。因为当初我们的构想是在回忆的部分全是用独白，再加上《游园惊梦》，白先勇写一位秦淮名妓蓝田玉，透过他的身世遭遇，反映了历史的沧桑、世事无常，以及对5000年传统文化的哀悼，是一阙挽歌。我想我写《游园惊梦》写的最辛苦，那是因为我想，一开始找不到有最合适的形式技巧来表现这个我写的那个内容啊。我写了前后写了5次，那最后一次的时候我在想，很可能因为那个小说是以回忆为主，我们打破那个时空的那种的限制，用意识流的手法结合了那种昆曲的那个音乐的那种节奏跟它的那个主题重复的这种的形式结到一起来表现这篇小说后来我最后的时候找到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满意的一个方法。白先勇自己非常喜欢昆曲这本小说里面讲的也是昆曲，而且里面呢这个音乐感非常强，文学和音乐的关系在这个小说里面全部表露出来了我常常觉得这好像一出歌剧一样的，本身这个小说本身就可以用昆曲唱出来的。这个《游园惊梦》的重要性就是说，从题目到内容的，它直接和一个中国传统的文本发生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现代的小说讲的是一个昆曲的题目，和讲的是一个中国的那个《牡丹亭》这个戏曲的这个文本，两种文本互相指涉，对于一个作家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就好像一位西方的作家要开始重新写《王子复仇记》，或者是要重新写这个《凯瑟大将》罗密欧朱丽叶，那一般的读者会觉得那你怎么可以？莎士比亚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正好像说汤显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你怎么敢向《牡丹亭》挑战呢？而他用这个小说呢，事实上已经对于传统文学提出了一种现代的挑战。白先勇喜爱昆曲，近年更致力推广昆曲发展。原来昆曲是包括了我们音乐、舞蹈、文学、戏剧这么几种艺术形式合在一起。1987年重返南京，白先勇曾经在李陵宫宴请江苏昆剧团张继清女士。我第一次到李陵宫去，应该那时候是1946年，看着胜利以后回南京了。那时候蒋夫人、宋美龄请客，在胜利亭开了一个 party， 请了很多人。我母亲就带了我跟我四哥一同去赴宴，多人热闹得不得了当时那个什么情景印象很深。1987年，经过39天以后，我再回南京，当时我进去以后就感觉，哎呀，觉得物是人非啊，30多年的变化太大了，一些很多历史沉重。整个北京宫那时候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种人去楼空的寂寞。这个南京这所大对象永远一号主要是我父亲的时候
1946到1948，他在这边当国防部长的时候，在这边住的。那么我母亲也就是常常跟他一起在住，我呢就这个房子住的很少了。重游南京故居，勾起白先勇好多儿时记忆。这一带就是梅园新村的，就是大悲巷隔壁。那我小时候呢，我想这一定，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也走过这一带哈，留下一点印象。那这些房子，这就是很典型的了啊，很典型梅园新村的房子。那时候也是一些政府要援助的里头啊，这里头。那所以我小时候大概有这种印象，这一带嘛，这房子还是不错的。所以我在小时候写那个《游园惊梦》的时候，哎，就突然想到用梅园新村来做背景。我父亲的时候在南京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国防部长，来往的我想大概也真是我军人比较多了是吧，但是也有政界的，我从小也看到这些人啊，后来就有很多很多这些人他们也都到台湾去了了所以我想说后来台北人里面有些他们的影子，也可能我从小就看了，所以就看到家里面来来往往的这些人，他们的命运啊，从南京看到他们，有时候在台北去又看到他们啊，就是这种的精细的对比，很都有意思。我开始写台北人的时候啊，那我这个选了刘禹锡的《乌衣巷》啊，作为整本书的主题，这那首诗这样子的，很乌衣巷的，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赏百姓家。这个就是这里的以前的那个乌衣巷，就是这条巷子里边。我选这首诗，我想有意无意的也选中了，因为第一他是写南京啊，南京那对于我有很特殊的意义。第一，我想国民政府是在南京；第二呢，我想国民政府迁到台湾，有意无意的我也拿它来做一个历史的比较，好像是西晋那一边的迁到了东晋，从南京等于迁到台北，是一种历史上的这种呢。情形，所以我就选了这一首诗作为台北人整本书的主题。上海也是1948年离开，87年回来40年回来以后，我离开的时候，上海真是个花花世界了，非常国际性的大都市。87年的时候刚刚开放没多久，上海的建设还没开始，就回来的时候觉得上海，哎呀，这飞机就运下来什么？真的不见了，那时候可以啊，那些房子啊、建筑啊，没有变，是老了40年，陈旧了40年，好像出现很停滞的那样。一个都市的衰落，一个都市的兴起，原来起落是这么迅速，事实上不是人为。
几十年或者是一百年，其实在整个唐朝里面只是一瞬间，一瞬间。为了跟上海吧，你在有点影响，因为在某方面人家也这么说过，他有这么说，有在某方面说，尹雪艳也代表着上海的风华。他写你信，我跟很多女作家讲过，你们谁也写过白先勇，他们也是，本人就是个最后的贵族。别急，哈哈哈哈。国内的读者对白先勇的作品在前二十年是不大能理解的，甚至有的还是看的角度都不对啊。但是现在经过我们中国也是改革开放差不多二十年了，这二十年来大家的思想方面，而且也接触外国东西，所以最近他的书的出版是一个信号，大家已经完全可以理解啊。这个就说明中国的文艺方面，就意识形态方面、观念方面也在很大的改变。九九年十二月，白先勇到上海出席他小说出版的活动。也都重访他儿时的故居。我是1946到1948战后到上海来，住了上海来。那时候我应该是9岁到11岁吧。那我们从南京坐火车到上海来。上海来呢，第一个地方我们住的是虹口区多伦路。这个房子给我的感觉是，它不是个很敞亮的一个房子，这个是三层楼，有点阴暗的。以前这些墙啊，我记得啊，这些墙啊，上面都是贴的那种缎子的。那当然，这个房子给我的记忆，我在想啊，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生病了，所以呢，我就在隔离，所以我吃饭呢、啊。就是自己一个人吃，因为怕传染其他的小孩子嘛。所以虽然热闹的不得了的，我还是好像一个人在旁边，我是一个观察者，看看他们，而不是去参加那些他们的那些活动啊，在旁边看。我想这种孤立生活，当然对我一生影响大，我想，所以我觉得好像失去了一个童年的。就老觉得自己还是一干，的确是有一种孤独跟寂寞的那种感受。这样子以后呢，好像就觉得非常敏感，因为自己有病痛啊，是吧？所以我觉得使得我对别人的那种的痛楚跟病痛，特别我容易感受到，而且有点不忍。对上海呢，有一个可以说不可抹灭的印象。上海对我说，好像在那时候好像万花筒一样，一转就是一个花样，一转一个花样，可以说花样百出。这个城市那么大，那时候小孩看。可能童年的记忆都非常夸大，就好像我这个到那个上海的游乐场大世界里面看到那些哈哈镜，整个人都拉长了。上海可以说是一个幻影一样的一个城。我到大世界去玩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装扮的很一脸出了水粉烟睛的一个女孩，有人告诉那是
妓女野鸡他们，很小年就也看到一些就是人生的那种阴暗的悲痛的，就是我两边两个世界其实都小时候的眼睛里面都看到。我小时候在上海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上海那些首轮戏院啊，像大光明啊、美琪啊，像那个国泰啊，他这个演的以前都是些西片好莱坞电影，那时候就是这样子，很有派头的。那小孩子的眼睛真的像照相机一样，看着就照相，看着照相。所以我小时候写的那些，像台北人第一篇《永远的银雪院》，就写的是上海的金大班的最后一页啊，就是用百乐门作为背景的哈。我虽然年纪小啊，他们的美，他们的那种风韵，也都记得了。就像我还跟以后写东西。写雨雪燕，写金大班，都有影响。如果说我没看过这些人，不在上海住过，我们写不出那种海派那种味道出来啊。所以上海这个城市，在我的这个创作世界里占了一个地位，因为它非常的多姿多彩 ，colorful。我曾经说上海是天堂跟地狱的结合。这里扬长歌舞升平，另外一方面很多那些大部分的情所谓同像情子间那个贫苦的挤得一堆的挤得一起的，这些我也看到。白先勇在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孤恋花》塑造了一系列风尘女子形象，对于他笔下的人物，白先勇总充满悲悯情怀。这样下去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别着急，等我存够了钱。白先勇重访在上海最后的居所，故居已经变成一家饭店。同年因为患肺病，白先勇有四五年没读书，四八年搬到这里，开始到南洋模范小学读书。那个时候呢，我因为刚好病恢复了，然后那种心就很高兴，因为开始念书了。每天早上去念书，晚上回来的公车，但是我要赶上人家，早上我在房间里面坐公车，念书念得很用功。这个就是个凉台哈，凉台望出去呢，那么就有可以看到一片的水池啊，很多树，这树嘛还是以前的。哇，以前有好多桃花咯，开得很顺的，现在没有了。那水池呢，还有很多雕像，据说好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打掉了，像水池嘛，也就干掉了。你这个房子给我，就是上海最后的回忆，在这个房子里头，我想，我是从这个房子离开上海时候最记得，最后一天，我想，这我在上海住的最后一天，就在这个房子里面住的。我1946年刚刚到上海的时候，就是战后，那么那可以说上海非常繁荣的时候，经济还没有开始衰退，那个社会也还没有动乱，可是很快的，我就感觉到了。在很急速的变动，后来越来越这个紧张了，越来越重，经济通货膨胀很厉害了。到了48年了啊，币值贬值贬得很快，那时候买东西买不到了，还有一学潮啊，动乱啊。到了48年，很快的就感受到这些的动乱，也感到了上海由盛如衰，一下子萧条下去。黑着上海人旧时代的夕阳无限好的最后的一刻，我看到了。
由盛如衰的这么个急速的变化，就我当时来说，我想有一种让我感觉到一种无常，一种的这种感觉。你看我们要走的时候，4班人离开的时候，几个家关了门就我们就离开了。这一次又是到上海去一次，在南京路上走，看着南京路上那种的繁华，我突然联想到说，哎呀，我说那永远的银雪宴，银雪宴代表好上海的永远不会老去的繁华。我那时想说永远银雪宴，永远两个字，但是倒是讲对了，对不对？银雪宴永远不老，上海也永远不老。我想上海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际城市，我住过上海，住过香港，或者住台北、纽约，这些都是很大的那种国际性的那种都市。因为上海给我一下子来的是一个国际性的都市，西方的风格那种都混在一起，很有 style， 那种欧洲的那个味道，还有派头。我现在说上海的海派，很难说什么叫海派，你一来你就知道什么叫海派。2001年1月，白先勇在香港演讲，观众坐满14个演讲室。我想创作就是与众不同，跟别人不一样，这写作对我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自我一种 发现 self discovery。我在写我这些人物的时候，我跟他们站的是一个线上的。这个世界太多的动乱，文学上面嘛太多的政治干扰。香港其实是一个写小说以香港为题材最丰富的一个地方。你看我们600多万人口，这么小个岛，每天发生多少事情。我有一篇小说是以香港为背景，香港1960。好，再见。香港是1842年成为英国殖民地的。400年，上海局势紧张，百家从上海到南京、武汉、广州，辗转于1949年到香港。我从前就住在金马伦道啊，金马伦道，那时候全是公寓，这个地方都没有发展起来。我那个楼上啊住了个名人，李丽华在这里，所以这一带是住宅区，现在通通变了，全部不一样。1949年我们当时刚刚到香港的，我想也没有打算要在香港长居，这种打算。我们家至少就是很多也是这个样子，所以香港在说是一个过站。12岁，白先勇在香港正式入学。是1950年到拉萨书院来念书的。我想拉萨书院对我的那个有很大的影响，是第一是英文教育。我想因为在拉萨书院念书的时候，除了中文课以外，其他的课程、其他的教学就是用英文教的，所以我的英文的根基是可以说是在拉萨书院开始打下来的。那除了这个以外，我想我第一次接触到西方宗教和天主教，让我对西方文学、西方文化的了解这个很有帮助。香港为背景的小说只有这么一篇，香港1960，那个时候也就是写香港1960那个前后，那香港人的心态，那种焦虑，那恐慌，那种对前途的不安，
我想那个时候跟那个背景有关系，那时候中国大陆大跃进引起了一个大饥荒，造成很难民潮，在香港变成一种骚动。所以我写的这个小说其实那种的恐惧的气氛，那种焦躁的气氛，也就反映当时社会的气氛。现在那个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叫余丽卿一个女主角，所以我想这个小说的主角其实就是香港。香港的不安不光是60年代，肯定想呢最后的前世是什么，最后当然现在是97年回归中国了。这个还是毛泽东时代，在香港人对于毛泽东时代一种的心理内心的恐惧，香港的不安是长期性的。当然没有料到后来中国大陆的改变那么大哈。但是我第一天用意识流的方法写，因为意识流是从内向外啊，内心世界的混乱反映到那个外界的混乱，我必须要用那种的手法来写得出来。香港一直是个避风塘，一直是一个政治的避风塘。我想从抗战的时候，抗战以前都这样子，所以香港的这个传统是如此，反正是不能够容于祖国母体政治的一些异议人士都会到香港来。在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对共产党的人士不能容于国民党的体制的香港这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他们享受了那个新闻言论的自由，这一点我觉得是最大意义。在华人地区这几十年来可以说是新闻自由上面啊，香港享受了高度的新闻自由。香港只是白家的暂居避风港，52年白先勇迁居台北。白先勇的著名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亦都以从中国大陆迁居台北的人物为题材。台北人可以说是一部民国史，民国成立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包括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抗日、国共内战都可以在台北人入面揾到。台北人小说集充满哀婉的语调，小说中天台大陆客的挣扎都如王者堂前燕子飞入寻常百姓家，昔日光辉都灰飞烟灭。我写的是24世纪我这一代的我这个时空的 那些中国人他们的那个命运啊，一种的这几十年那种飘泊感。可是我觉得后来我念中国的文学啊，其实从很古老以前，从屈原开始，就是有着流放的那种命运。